继续来关心新港乡的消息。新港乡公所111年新港五高站特色农牧产品以及社区志工表扬活动，等是新港五宝、甘麦米、甜椒、洋桔梗等等，也有新港真有名的新禾米，今仔日举行五宝 DIY。新港在地农特产业以及四号将要表扬新港的社区志工。盖关新港乡一年一度盛事，12月初3、初4两天，甲大家见面。来参加体验过，才知影地方产业文化创作力。新港五高站现场更提供着免费五宝 DIY 实验课程，也佫推出跳跳米袋、我最行、新港农场煎大肠以及稻米项目的活动体验，丰富的农特产品展销市集。乡长董选人叶明良前往每一个单位。伊表示，优良好的活动会持续。新港是农业乡，农牧特产真优秀，会甲农友做伙徛做伙。农特产品很丰富啊，所以透过这个新港五高站哦，咧推广咱新港的农产品哦，啊嘛，这个未来吼，啊继续交咱新港咱所有人在农民徛做伙哦，啊甲咱新港的农产品啊推销出去，好，大家看。明仔将表扬新港的社区志工，传达志工精神、关怀、专业、服务利他、助人五个核心价值。新港除了丰富的物产，更兼顾着人文特色，更是好客。欢迎大家来美俏的故乡新港。细心新闻超频道，新港乡差不多。嘉义市污水下水道第一期6、7标工程的开工典礼，我想这也象征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。中央跟地方我们都努力，就是为所有的工程或者我们所有需要做的一个计划不断的携手合作，这才是人民之福。我想嘉义市我们污水下水道虽然起步比较晚，但是我们也在极尽努力的沟通之下，大家真的看到了它的优点以及它的必要性，所以配合度后面就比较高。那我们同仁也更看到了在这一方面不只是工程，更要有人文，所以在人文当中大家能够把好的环境给开辟出来，那这看不到的工程比起什么都重要。也借这个机会把我们的雨水下水道的相关我们再做一个优化，再做一个提升，我想让我们居民的生活品质能够更好。防疫的工作随时是挑战，是严峻的。真感谢大家人关心，大家平安健康。再一次谢谢我们所有的伙伴，大家的支持，大家的用心。我们相信，我们一起努力，让我们早日恢复生活的日常，卫生习惯保持好，这可以让风险降到最低。愿大家一切安好，一起加油。